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好玩的鱼，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即时对战游戏《两座城池》。刚进入游戏啊，我还以为这只是一款两个男人对冲对射的无脑射击游戏，后来我被对面这些老哥们好好调教了几次，才知道这款游戏的玩法还是很有讲究的。虽然还是不完整的测试期，但游戏已经有了六大职业，各类风格迥异的技能都把职业应有的特点表现了出来。比如眼前这个冷酷的刺客，能够发射高速高伤害的飞镖，当然还精通一些忍术，叫个替身兄弟助我们一臂之力，甚至还能召唤手上那把巨大的魔剑，手动操纵攻击，气势上就有一种很强的威慑力了。还有这位工程师妹妹，可以利用高科技武器战斗，除了各类炮弹机枪，到后期还能开个机器人作战，让对手分分钟明白什么叫时代变了。导弹这种庞然大物，不仅威力巨大，也是压迫力十足，快要接近我的时候，真的有一点点窒息的感觉。当然啊，不是所有的玩家都喜欢硬刚，身材魁梧的塔斯克就是防御类的英雄，能量盾可以抵御敌人的飞行道具，但投掷的标枪攻速就慢了点。看这伟岸的身躯，加上这副厚厚的铠甲，老让人联想到高达。没错，他还真有一个高达的皮肤。要是想休闲一点，也可以玩个召唤师，召唤一群小弟群殴敌人，自己在旁边划水偷懒。所有的职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技能的种类更是繁多，等待大家去体验。正如游戏名《两座城池》，游戏的核心和特色玩法就是城池。当进入制造界面，我们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可以自由 DIY 的系统，玩家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和构想能够在这里得到发挥。在中后期，可以是一个布满努塔大炮的军事大本营，高战斗力也代表着高风险，也可以是固若金汤的防御要塞，甚至还能搞点人类迷惑行为，把城堡设计成印象派艺术，我估计对手看到的时候也是一脸懵逼的。城堡的各种组件的功能就很有趣了，风扇放在前面可以吹走敌人的轻型弹药，这里我憋了一个好久的大招，没想到对面风扇的 CD 好了，结果直接白给。而待在冷气烈焰装置的后面，可以让子弹附魔，甚至后期啊还有一些黑科技，像超载装置、静电立场什么的。战场上瞬息万变，不是光靠硬拼装备就能随意取胜的，玩家的策略和操作占了很大的比重，不仅需要合理设计城堡实现效率最大化，更要在合适的时机使用技能，毕竟这不是无限火力，我们需要等待能量补充，而且越强的技能消耗能量越多，面对扑面而来的箭矢群，练就一身风骚的走位规避伤害也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战场中的意外因素也会扭转乾坤，比如胜负快要决定的时候，突然冒出一只双倍能量恢复的飞猪，这种不确定性因素让战局拥有了惊喜感。有一波我好不容易打残了飞猪，没想到直接被对面狡猾的老哥给一剑抢了，当了一次打工仔。当然惊喜的是对面的人不是我。除了这些丰富有趣的游戏玩法设计，一些细节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游戏制作组确实是用了心的。炮台摇头晃脑的样子莫名的有些萌，城池各部件受到伤害后会有一个逐渐变坏的画面表现，在选择职业角色的时候，作为一款手游能有一个精心绘制的例会其实就蛮不错的。但在两座城池中，每个角色还特别制作了一个动画短片的小故事来丰富职业角色的背景，让玩家更有代入感。说实话，当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结果看的时候真的有点被惊艳到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欣赏一小段。刺客不需要感情，唯有一人，一剑。组织的任务高于一切，而我从不失手。虽然我的剑下已亡魂无数，但当我看到这个孩子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最终我转身而去，我不明白为何会这样选择，但我知道我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我也第一次产生了一个愿望，作为一个普通人活下去。虽然只有短短一分钟，但是文案配音节奏什么的能让人感觉到是有很认真编排的，看似冷漠麻木的刺客内心却含有一丝温情的感觉被刻画了出来，有点动画电影的味了。由于现在还是不完整测试版，有些地方还有待完善，希望不久后的正式版中官方可以秉持住这些细节程度，将游戏品质打磨得更好，不会辜负玩家们的期待。这次游戏的删档测试时间是10月15到10月23号，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